所以可能这个国里面基础的条件都弄好之后，再来做有机栽培，然后成功的机会应该是很大。如果你的果园还没调整好，就要来做有机栽培，我觉得你失败的机会很大，你可能会很难上市，很难回起的，或者是直接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我想这是一些曾经看过的经验，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还是可以跟我们主要是参考。那当然。有机生产申请有机验证的这个作业啊，就小弟进去看过了。我想大家对文字的掌握跟运用能力好，那你申请把那个标章请下来，我想有过这样子的例子。好，所以请标章这个事情对大家来讲应该不会是很难。所以你只要在你的合理的采收日时间之前往前推，你什么时候提出申请，你可以拿到标章。在你提出申请之前的那段时间，好好把你的钱存好。这样子再来做有机申请认证，好像应该是一个，这样讲不是很好，不过我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做法，对你的有机的现在的那个申请认证啊，很形式。每家认证公司的标准跟他们的要求不一样，我们讲实话，所以同样是发给有机标章的那个验证公司的认证。有的公司就会比较规范，有的公司就会比较惯性。那我想比较例行的方式再去做，这个就是看你要去哪里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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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可是像就算是像吉原谷或者是产销绿皮，产销绿皮嘛，吉原谷还算是农业松叶的，产销绿皮是人家来这边田里剪采松叶的。可是就我们的实际的经验也发现，有家有的店产销绿皮的店公司，这里就会打一点点的折扣。那有的产销绿皮的店公司，我就觉得它是比较 OK。那我在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还是心里会有一点困难，所以。比较规模的，当然，我觉得他那个几率会很高。他可能还会义工跟牧师冲到你的田里去帮你检查，看你有没有那些东西。那那个，有的就消费者立场来讲，哦，对的嘛。他说对农民立场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其实有人讲，其实农业生产是两件事。我半夜爬起来去丢尿，他们农业就变猪了。讲实话，这个就是这样。农药要验出来，化学肥料相对来讲是那么的，那对啊，良心事业，说真的是良心事业，你要用一些奇怪的方法，他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在你头上装一个摄影机，然后24小时监视你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做一两个事情，所以这是农业良心事业，这个是这样子。好，我想今天课程应该是采购处，那我下次。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需要了解的，我想特别有时间或者是有时间，大家不用或者是没关系，反正也可以把相关的资料大家都做到手里。好，那财务处理，因为今天的报告我们就上面就是什么是财务处理，那另外就是说财务处理它，因为我要了解到怎样子让财务处理做好，我想还是要先从。然后是一个变化的趋势下去做了解，自己品牌在哪里，了解你的对手，然后再来去做一个相对应的比较好的措施，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划。所以先了解一个变化的趋势，然后再跟着它的变化趋势，再去拟定一些怎样的一些实际的规划，然后来比较需要相应的一个切入点。然后讲今天报告大概有这几个部分。好。大家有没有听过采收处理这些事？可能有人听过，可能没有人听过。那什么叫采收处理？其实讲保鲜技术，应该大家都听过的就比较多。啊，其实采收处理的技术就是保鲜技术，只是一个名称上的意思不一样而已。那所有的产品从田里面被采下来开始，一直到它被吃掉。或者是被丢掉为止，这个中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算在采收处理的范围之内。我
项目才算中型，所以在这个中间所有的过程都是包含在财务处的范围之内，所以这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时间点，而且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到这里，就是说他的本质条件是他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他没有统一的情况，也他不像肥料说单一甲 A 基本原则是如此，可是这个东西就基本原则一点点，其他的特异的情况就会掉很多，这样子，他的这个门这门学科或者这门知识，相对其他的在别的一个管理的知识上面来讲，这个广泛性会更广一些些，碰到的问题会更杂。那相对的，你的答案就不会是比较的，就比较不容易会有标准答案。好，那为什么要做这本书？我想这是在做这类事情的科学科之前最需要了解的东西。好，那为什么要做财务？小时候大家有跑过大陆街，有没有？哦，应该有。我想到大陆街这种事情，现在应该现在会跑。那你回想一下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去跑大陆街，我们班上去跑，好，如果棒子在第一棒就掉了，好，大陆街就是全班下去跑，一棒传一棒，第一棒就棒子就掉了，大家可能稍微心里觉得啊，算了就算了，反正第一棒就掉了，那可能不会怎么样，就运气不好。如果你是最后一把，而且你们那班我们班还是领先的时候，最后一把棒子掉，你看着就要拿冠军，最后棒子掉，后面的人追上，那大家心里会怎么想？那个第一棒掉跟最后一棒掉，那个心理的反应会不一样？那我想不一样，对不对？同样，海后处理都是在那看。如果你在田里面一开始的树就长不好，你的菜就长不好，就是小算了，打掉重来。两个月后是一条好汉，如果从腌菜那边来讲，对，两个月后就重来过，怕，对不对？啊，袖子卷起来，来来来，如果你是踩下来之后才掉，那不是伤感情吗？你前面辛辛苦苦的栽培管理哦，你的施肥、被农药、防治，甚至还唱歌给你的菜去的话，那前面做的是自己的。财务组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减少了产，减少了产，减少了。那根据联合国粮食组织的调查，世界的粮食大概有未开发国家30%，开发中国家大概有30%被打给，那未开发国家可能15%。粮食呢，不见得是，而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大量的保留。30%和50%高，这个比例还是很大。有啊，今天有讲出来，你手可是慢慢打好下去。好，那这是财务处比较低，这是一个比较消极做法。那积极的做法嘞，市场都没有货，剩下我手里有货，大家觉得怎么样？不错吧？大家都有货的时候，我也有货，那怎么样？大家都没有货的时候，我手上还有。每个东西不是卖完就是烂光的，大家都没有，只剩下我手上的孩子。不错啊，市场价钱就是有问题。那凭什么大家都没有，只有我有？非常好，还有我们的技术是在外头。那另外，既然我可以跑得比较久，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卖得比较久？好，卖到更远的地方，开拓更新的市场，延续你的销售，新的销售。所以这是在财务处上面来讲，它最基本的就是减少了。那比较积极一点的话，就是我可以延长我们或者开拓新的市场。那当然，以一般的小农立场来看的话，这两件事情大概是比较难做得到的。我们可以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比较像是大公司的。我等一下什么叫大公司，来跟大家讲就知道了。好，那刚刚提到的啊，白总。自己是以买账的代，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对手是什么东西，然后比较去做事情。财务处理的对手是谁？农产品。那农产品说的农产品，那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它是活的。它跟我们的电脑产品或者是大家丢垃圾的塑料保存完全不一
他们本国的，那材料数据就是弄个环境让你回答，让你绝对不会把你本性的方式，或者把你的本性的表现把你压下来，让你可以胜任比较久的材料。那因为我的东西除了长大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大家每天在做，喝水，饭可以不吃，水不能喝，一样。左上角跟右下角。都应该是很明显的情况，那不是它差别这么大，所以会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些在答案都会比较清晰。那另外一个叫做乙烯，这个是在海奥物理上面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它是一种植物荷尔蒙。什么叫植物荷尔蒙？就是说它一点点的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乙烯这个东西，它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的变化就是促进打包，大家应该有听过。荷兰的华为拍卖市场，好，那应该全世界最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因为他首开拍卖出的先例，在全世界来讲。那在那个市场，它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全部是电动车，它禁止任何柴油车、汽油车，不管是什么车的进入。为什么？因为那台机的引擎，它每台都最新的，就会带一点点的引擎。那你碰到这个乙烯的话，它是华为拍卖市场最怕乙烯的就是火，好，所以包含花材类，花材类很新鲜是花，所以像这种东西，你只要碰到乙烯的话，很大的开花。那花叶在开花，大家有没有看过？上面那个上面的一点点芽就会冒开，然后开始变黄，好，变大变黄，它就是开花。那东西当然上升的长得不一样。对，乙烯有的作物会敏感，有的作物。所以主要的作物可能是花，或者种花的人比较小心。如果你种花菜类的东西，一样要注意。那水果就不一定，有的会有的会跟那些水果、那些跟蔬菜的差异。那大部分的蔬菜，除了花菜类以外的大部分蔬菜，对乙烯状况是不敏感。所以我今天种小白菜没有差，不用。我红市场的话，搬运车那么多，不能进去，没有这件事情。好，花卉的东西就比较差。这是乙烯。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另外因为它是活的，它会怕乙烯，它会持续的生长，它会需要水。那另外它采下来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就是伤口。那有伤口当然就会腐烂啊，病毒性的感染进去之后，你会看到一些水晶状的形状跑出来，那闻到恶臭，因为腐生菌的作用会释放出氨气啊，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跑出来。袋子一打开，闻到怪味不会有什么，这也是需要注意，因为它会生长，所以它会带来各式各样这一类的东西出现。啊，比较浅显的，其他的就是，比如说行政上的东西，就是它颜色会改变。好，那因为它会生长，它会带来各式各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就要想想看，怎样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那其实你去想的方法，其实大致原则是有几个。比如说温度、湿度跟乙烯这方面来做掌控，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叫做温度的控制。这个温度的控制处理得好，其实材料处理的这个作业里面80%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好，其实材料处理其实说真的也没什么，简单讲，不要把前面看，它的那个功效效果看起来好像很大，其实材料处理这说穿了也没什么厉害的。什么叫没什么厉害？冰起来就好，哦，冰起来就好，变成材料处理。我以为是，退伍之后失业一阵子，然后来这边工作，然后碰到有一次在火车站碰到了以前的同学，在聊天，哎，你现在在干嘛？我在花园查，说他们后山你看抓猴子，我说没有啦，猴子的事很多，不过我就在抓猴子，然后我在做什么材料处理，我刚刚讲的做材料处理。那我们去，我们去上课。来，没错啊，对啊，还有，冰起来就好。其实材料处理这个东西，这门技术的运用，其实80%的问题是冰起来就好，就可以解决了。好，所以不要想太多。好，虽然是这样子没有错的，冰起来就好。不过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要注意，也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有那么简单。那什么叫没有那么简单？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农产品是，好，果树、蔬菜、花卉，
这样的，一样，即便是中国人或即便是台湾人，大家还是不同的脸孔，有大家的各自的脾气，所以会有完全不同的生命特性。疫情它就是不同的材料，这个主教，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叫做主教生命。主教，主教，价值的价，我们讲叫做主堂寿命啊，什么叫做主堂寿命或主教寿命？这个东西它可以卖，它就叫做有主教寿命。如果这个东西拿去市场上不会有人买，它就叫做主教寿命的，也就是丧失它的商品价值。那这是在财务处理学上面比较专有的名词。有人讲储存寿命，有人主堂寿命或者主教寿命都一样。好，重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代表说它完全没有用，跟它有用的一个判断标准。那财务处理的目的就是在延长它的主教寿命。主教寿命也搭得越久，意思是什么？你可以卖的时间越久，就是这样。那怎样子把主教寿命拉长？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温度。那温度的情况之下，我们刚提到。所有的农产品是活的，所以它对于它有各式各样的生命特性，那意味着它对于低温的忍受能力就比较不一样。也就是说，透过降低温度的方式，把你的主教寿命拉长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不同的作用。那个叫做寒寒，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冰的好，冰的不好的一个。那绝对是你另外一样，绝对是你另外一样，叫做低温寒害。那等一下会讲到，那叫做寒害。冰的不好，你没有冰还好。好，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是不同的农产品它的一个自己本身的一个特性，我们称之为呼吸速度，也就是说它消耗养分的能力。好，你从这个看得出来。越嫩的东西，越脆弱的东西，或者是越新、越幼嫩组织的地方，它的产品、它的呼吸速度就越快，代谢速度就越强。比如说，我们测呼吸速度，就是说，有一公斤，假设好，豌豆仁好，一公斤的豌豆仁在一个小时之内，它放出了多少毫克的二氧化碳？啊，这是在测呼吸速度的一个基本做法。因为呼吸速度是吸氧进去放二氧化碳出来，那你放了多少氧？放了二氧化碳越多，你就可以认定说你的呼吸速度反而越快。好，是这样子。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豌豆仁同样在零度C的情况之下，嫩，什么叫嫩？就是越新鲜的东西，不是应该不能讲新鲜，越幼嫩的组织，还没有长大、还没有发芽的种子，跟已经快要熟了、准备去采下来的水果比起来。水果就是已经经过漫长的生产过程，到一年就是最后一季、最后一次。那豌豆仁还连长啊，连变成一个蜘蛛都还，所以哪一个比较幼嫩？当然是豌豆仁比较幼嫩。所以你也看得出来，同样是在零度C的环境之下，苹果的呼吸速度了不起，六个每小时每公斤六个毫克的二氧化碳，可是豌豆仁47到75。大概可能在50磅，50跟6可以差几倍，对不对？另外，通则原则就是越幼嫩的东西通常就是越呼吸速度会越快。另外，同样一个是苹果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它不同的同样这个作物不同的品种之间还是稍微会有点差别。比如说下手种它的，同样在零度C之下，一个就是3到6毫克，一个是2到10毫克。好，你不要看这些差异啊，对，可是这一些差30%。它的3/1，因为也是差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做重的来看，你可以看到是说不同作物之间它的本性都不一样。那另外横的来看，一样是豌豆的，一样我们用好用苹果好，下手种的苹果，温度的上升，它的呼吸速度会跟着拉高。好，这是物理定律的，这没有什么去可以好去。说自己做了更改，就是纯粹是物理的东西，这个骗不了。20度C的情况之下，呼吸速度就是将近30；0度C的情况之下，可能
那不一定的，这没有说，这个对对对，那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一类的产品在这个公司加的东西输入是这样子。所以它是每一个产品的技术去抓或者去输入的标准，自己去拿捏。就在实际应用上嘛，实际应用用到这个，这个用到放心好，这是一个基础的说明哈。那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表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不同的产品它有不同的本性，为了呼吸速度就不一样。那同样一个产品，同样一个品种，温度越低，呼吸速度就越慢；温度越高，呼吸速度就越快。那呼吸速度就是在消耗你的氧气的，消耗你的氧气，跟你消耗你本身产品或者你的那个储存物质的速度。呼吸速度越快，你的产品耗光的速度就越快。相对的，你的除加寿命就越短。所以温度为什么可以让你的产品的除加寿命延长？就是在于说温度的降低，主要就是把你的呼吸速度的速度变慢。呼吸速度变慢了之后，你本身储存的养分的消耗速度就跟着减慢。消耗的速度，养分消耗速度减慢，当然你的除加寿命就因此而拉长，就是这样子。所以基本的通则讲温。温度的材料处理这边来讲，就刚刚讲的什么叫材料处理，它编起来就好，温度降低就是这样子。那当然，这是刚刚讲的哈，材料处理就基本上就是降低呼吸速度的，那最快的方法就是降温，就是这样。那基本上的温度降下来，那可是温度降过头。刚刚跟华为一样的例子，它会出现一些寒带的情况。一个例子来讲，爱斯基摩的跟非洲肯尼亚刚果的哪一个比较怕的？我看过爱斯基摩的纪录片，然后小朋友就这样子3岁5岁在那个北极的海水里面游泳，脱光光，很高兴的，一点都不怕的。啊，你想想看，如果是非洲的人，他会怎么样？在那样子的情况条件之下。所以有的人怕了，有的人是不怕的。好，同样的，有的产品就是怕的，有的产品就是比较怕的。万一你病得不好，就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像颜色的改变，或者是一些比较情况，或者是毛发，反正就是为什么储存的温度不一样。好，这个是一个适当的储存温度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得出来。叶菜类可能是病毒都 OK， 可是南瓜呢，它就不行。你把它拼命看看，绝对是马上死给你看。好，那它就可能比较需要在食物的范围之内。好，所以虽然说，材料处理的立场来看，温度的储藏的基本原则是降温，没有错，这是对的。可是，不懂的作物种类，你要降到什么程度，就是稍微要去了解一些。好，这样。所以这东西其实有现成的网络资料可以讲。好，那最后就跟大家说。大家看一下这个，没什么好难的。其实材料处理真的没什么，说穿了就是非常简单，所以温度、不同的储存条件、不同的作物种类，会有适当的储存温度的。那有的是零度，有的是在15度，有的是5度，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性。那大家一般的冰箱是几度？大家知道吗？7到15度。如果是比较厉害的大牌的那种进口。它的温度或许可能会到5到7度，那一般的大家在家用的电冰箱大概是7到10度。那外面的冷藏库，如果是那个卖饮料的那一种，好，卖饮料那个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是透明玻璃，那个其实大概温度是在15到20度。好，那鲜奶说，冰五度很好，可是你去看那个大卖场的冰箱，大概都是17到19度吧，啊，所以。你就想看看，你的冰箱其实不见得是15度，好，所以有很多是跟大家平常的认知是稍微不一样的。好，那温度冰过头会怎么样？就是低温跟寒，低温跟寒态，这个冻态。那这个低温低过了头，0°C以下，可是像刚刚来讲，那个像刚刚那个南瓜，好，那个室温适当的温度是10度。5度的，对它就是造成伤害，可是这个5度还在0°C以上，所以它的伤害叫做低于13方米高于结冰的温度叫做伤害。
那如果是第一次那个导就低于度，那我们就称之为动态。这两个发生伤害的基本原因不一样。好，伤害发生伤害的原因不一样，所以发生伤害的症状也稍微不一样。那简单的来讲，发生伤害的原因就是细胞上面的细胞膜含氦，这个不是动脉，是含氦。含氦的话是细胞上面的细胞膜的蛋白质受到了伤害，所以细胞膜上面的蛋白质受到了伤害，所以这个细胞膜的通透性就完整性就被破坏掉，这个细胞就死掉。这一个细胞死掉，附近慢慢的这一区的细胞都死掉，这一区就出现坏区、凹陷、变色的细胞。然后这一区的细胞死掉，慢慢扩大。整个小范围的面积跑出来，坏区的情况就会跑出来，水晶状的问题就会跑出来，颜色改变的问题就跑出来，然后病毒就再过来，腐烂的问题就出来。所以整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造成含氦的原因就是细胞膜上面的细蛋白质不够密哈，太冷它受不了，所以问题是在这里。那冻氦跟冻氦就不一样，水在结冰的过程中形成的冰晶，冰晶是一种不规则、蛮尖锐的一个物体。它是固体，水是液体，可是冰呢是固体，所以细胞里面的水，当它是水的时候，它对细胞完全不会造成影响，对细胞是有利的。可是细胞里面的水变成了冰的时候，细胞里面的水从液态变成固态。你的身体里面有个东西，那叫什么结石？你会痛到地上打滚。如果细胞里面的身体里面的水变成了固体的话，那个形成冰晶的过程，那个冰晶尖锐的外观就会把那个细胞刺破，机械性的伤害，细胞被刺穿了，细胞就死掉了。这一区的细胞都死坏掉了，所以整个都造成动脉的问题。所以动脉发生的问题，动脉的产品拿出来看很好，外观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回到厂房之后，突然间整个东西垮下来，有点像是骨头都被打碎掉的那个样子，那个就是基本的，但是动脉，那含氦就。然后它的基本架构还维持住，可是就是外观的改变，或者主架寿命有大幅的缩短。那含氦跟冻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产品冰完拿出来之后恒温24小时。好，通常在我们在座位上看这样子，不是拿出来，30分钟好没事就没事，好不会这样，大概是24小时。你要去看一下，回到常温情况之下，一天之后它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变化？没有，那就是没有发生伤害。有，那就是发生伤害，是这样的。这是刚刚讲的一些动脉，比较常见，大家的秋葵。好，有人会说，秋葵上面长了一些褐色的情况出现哦，那个，铁质含量高，然后生锈的跟皮肤，其实不是，有的时候就是动脉，啊，含氦的发生哦，比较常见是这样。那甜椒或者是刚刚看到的苋菜。夏天长的东西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好，我刚刚讲是温度，那接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湿度的变化。湿度牵涉到什么？那你采下田里面采下来的东西是10公斤好了，你希望你拿去卖的时候是10公斤还是变成7公斤？最好还是10公斤嘛，甚至有的人他就会再加个水啊，灌个石头啊，可能就变成12公斤去了哈。买海鲜应该都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好，灌铅或者是丢石头。灌铅，那个是喜欢的啊，不管，当然你的产品越重，你的获利价值就越高。所以，湿度干什么？维持住你的水分。我想，有在做保湿的应该就很注意到。湿度的问题，没错啊。采油处理的基本立场来讲，跟温度刚好颠倒。温度是降温，湿度的升提高湿度。这有温相对湿度的提高，减少水分的丧失，减少你的蒸散速度的进行。这样子来讲，你的维持产品鲜重的能力就比较好。那产品鲜重的能力维持的比较好，当然你的可卖可贩售的那个重量就比较高。那如果你还要再丢一些石头去，你就可以再比原来的价，用更多的那个重量的东西就出来了。那不过一样会有特例，有的东西就是不能放得太湿，比如说大蒜。好，那大家应该都有清楚，大蒜是发芽的大蒜比较好，或者是不发芽的大蒜比较好。你去买漂亮的大蒜，它是一颗一颗这样袋子装的卖，
那比较不行的，它就是一半一半，一个袋子装起来，一个叫蒜瓣，一个叫蒜球，一个叫蒜瓣。那在已经在更不行的，就是你去吃水饺，喝水饺店附给你的那个蒜酱，哎，绿色的有没有？有没有碰过那样子的蒜酱？那个就是已经发芽的蒜，蒜瓣，那地方卖，它就丢到那个加工厂去，它就把它打成蒜泥，所以去连锁的饺子店吃的时候，会看到那个蒜泥有时候是变成绿色的。这个就是蒜，一个蒜酱，绿色蒜酱，一个是蒜瓣，一个是蒜球，当然蒜球的价钱就最好。那为什么湿度变得高，它就开始发芽？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干的东西，你的湿度就不能太高。如果一串芝麻椒摆在那边，不是，
你不吃完，明天那些香蕉就完蛋。对，冰有时候不见得是好办法，因为冰都变黑的。对，所以玩手很好，可是最美的那一步在跨过去的时候呢，界限跨过去的完蛋了哈，马上就跑了。所以香蕉或者是乙烯，它扮演就是这样子的角色，让你的产品突然间变得很好，可是也是在最美丽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它已经快要死翘翘啊。这就是乙烯的一个目的。那刚刚讲的就是在关于整个材料处理上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法，因为回过头来看，材料处理的目的就是在延长你的产品的出价寿命，可以卖的比较保存的比较久，那减少你的损失，或者是你可以延长你的出价寿命，或者是开拓新的市场，对不对？那基本的通则就是说，就温度来讲，最主要的可以运用的方法就是温度、湿度还有压度。温度的基本通则是降温。那是你要降到适当的合理的温度就好，太过于低的温度对它造成寒凉或者是外加伤害。那湿度方面的储存的话呢，主要就是提高你的相对湿度，让你的产品的鲜重可以比较适当的湿度，而不会造成湿度鲜重下降，对半熟的重量减轻，或者是说你的干燥之后造成的一个脱水的一个问题出现，那这是在湿度。那乙烯的话，就是要看作物种类。原则大概叶菜、蔬菜类除了花菜类之外，对乙烯比较不敏感。大部分的蔬菜比较不敏感，那花菜类、果菜类要看作物种类比较一点。花菜类基本上不敏感。那水果不一定，有的水果会，有的水果不会。那怎么去知道会不会？你想想看，那个阿基布宝、阿基布的那种。可以突然间变得很好吃的水果，香蕉啊、木瓜、芒果，有没有？好，像这一种可以突然间变得很好吃的，它就是因为乙烯。那这类的东西，因为乙烯对它会有作用，相对它要烂掉就是会怕乙烯。所以像这类的东西，你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注意乙烯的一个问题。香蕉啊、芒果啊、木瓜这类根源性水果，那像。柑橘，柳丁啊、橘子啊这类的非根源性的水果，它对乙烯又不敏感，所以你在储存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敏感乙烯这件事，对它来讲很大。花卉，大部分的花卉对乙烯就是敏感，所以作物种类要依你作物种类的对象来去判断你的一个储存的一个情况。那原则如此。那我想，第一节课跟大家报告的是有关于材料处理的。
所有的成本，采收这个东西其实是最耗费的成本。好，那在所有的生产成本里面，采收的东西在采收的成本占了30%到50%，这是有统计过的一个资料。那什么时候比较惨一点？就刚刚讲的，什么时候香蕉什么时候最好吃？在刚刚最好吃啊。那所以，我今天我的香蕉是要卖日本的，对不起，我西门寿比较惨。啊，如果我今天只是采下来要去蹲黄昏市场就好了，在刚刚的啊，反正黄昏市场而已啊，不用西门寿的采，采了他们又要买。好，所以什么时候采比较好？品质最好的时候比较好。那什么是叫做品质最好？依照看你要卖去哪边，那个地方的需求。什么时候品质最好？依照那个来做判断，所以这完全你看到，完全没有标准答案。因为财务就是这样，你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同的做种类、不同的销售对象、不同的采购的那个情况，所以你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标准答案。你要从几个方向去做思考之后得到你自己的答案。我想应该是这样来去看物价，也就是说，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通常一天的时间来讲的话，最好的采收时间是早上，因为经过整个晚上的时间，那它的内容比较饱满，水分也吸够了，那所以趁起来比较早。那另外就是说，早上的温度比较低，所以呢，它比较不会有毁掉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当然，柑橘类的话就比较不适合，因为早上的时候水很多。所以它有果皮表面的油包里面的水还很饱满，这个时候去碰撞它的话，油包可能会受伤破掉。那油包破掉的时候，油包里面的一些精油可能会跑出来，跑到水上面。那些精油经过氧化之后，或者是微生物的一个作用之后，它那个精油的成分会变成黑黑脏脏的，所以。好好的一个橘子表皮会被打掉，那当然效果就会比较不好。所以柑橘类这类的水果，通常到前一长一辈的人家肉最大的要很快，好，所以用柑橘做来采，好，用到这个加量水果。那通常雨天不适合采，因为雨天湿度高，虽然是湿度高没有错，可是湿度高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病菌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通常雨天是不适合采。那原则是如此的，假设气象预报中后天台风就要登陆了，你要不要查？查呀，对啊，所有的问题全部所有的通则一律打翻，就这样去查。所以，见招拆招，没有标准答案。好，那是采收。那清理、选别、分级、包装等等这些的基本的做法，目的就是在于说，减少你的产品的一个损耗，增加你的收益。那主要就是增加你的附加价值。那一个一个来看，什么叫清理？清理就是说整理干净的意思。比如说田里面采完了，高丽菜的外叶，或者是花椰菜的叶子，高丽菜的外叶呢，就是有虫蚁啊，或者是那些变化，那些不好。卖出去，人家可能会对你的产品的影响有点大，当然也需要采下来，就要稍微整理一下。好，那一般现在外面有时候大家看一些以前的比较早一开始的时候，那农产品，有机特别是有机的叶菜，人家发现说怎么吃起来都比较辣，它瓜，可能就是清理或者选别这个动作没有做好，因为该丢掉的没有丢掉。就有这样给这样的一个比较稍微不好的印象，这样。那另外就是泥土啊这些脏东西当然要清掉。有人会说，我有一点土的，跟他证明说我这个不是水根的哦。现在消费者应该不来这一套，所以还是要维持干净的比较好。啊，这个是在清理，就是说把不好卖的、不应该卖的货要清掉。那另外就是把脏东西把它清除掉，这个是清理的动作。分级包装就蔬菜来讲，没有什么分级包装。台湾对水果跟花卉才会有。那因为蔬菜类它也没什么品质，没标准依据啊。你有听过高丽菜的甜度要几度吗？好像没有这件事。好，所以就是这样。
那选别跟分级它这两个其实在书本上面它就是可能讲一些选别的依据啊，分级的标准在哪里啊，就是不过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讲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选别跟分级最好。如果你有心从统的话，选别跟分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据。那它的目的是在于建立你的商品信誉，好，建立你的商品信誉。那这句话怎么说呢？大家做有机栽培，那有机栽培的话，相对的你的生产成本会比一般惯性生产成本高，因为你的有机质的肥料是不会像化学肥料那么有效。第二个，你的病虫害防治的资产是没有办法像农药那么有效，所以你田里面的产量跟田里面的产品的比值，有可能相对的受到的损失比较大一点。所以有机栽培，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你的竞争力或者是跟惯性栽培放在同一个水平立场来看的话，你是比不过惯性栽培。那也就是说，你的有机栽培的产品，你不能把它当成一般惯性栽培的产品来卖，好吗？我觉得一般惯性栽培就是比重量、外观很漂亮，但你有机栽培大概这部分都没有办法做到。有机栽培的产品，你只能做用有机栽培的基础下去卖，这样子你的获利或者是说你的那个收支平衡的情况才会比较好。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般惯性的话，你是绝对不会一般惯性。好，是这样。那这中间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你怎样让人家说，哎，这个是有机的？你要当有机栽培来卖，你就要让人家相信你是有机的。那这是第一个要做的，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那第二个，有机惯性，有机农产品的销售。其实要怎样子可以销售会比较好？我想应该有人都有听过一些水果，或者是说啊，我们同事去上个礼拜去南部采访，那有人种莲雾，一年可以赚400到600万。那我比较熟的周总也是文旦，那台湾大概全台湾文旦产品最厉害，知道吗？这个就是这个就有点像是基本教育派嘛，斗六的文旦，他们的园区哦，平均哦，不是讲特例，是平均四分地平均年收入可以，那一区块的人四分地平均可以获利上台，获利不是营收，是获利，而且不是一个人，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做到这样。那为什么？对，四分地就可以营收上百。那如果是两公顷，开什么玩笑？对，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当然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你的产品不够；第二个，你卖的东西不够。那我这个东西是被当成礼品来卖，而不是这个东西被当成水果。对，不是当成是吃的东西来卖。所以这个中间。那这问题就来了，这个东西是被当成礼品来卖，所以你觉得你这个东西是好招不起，那我就把这个给你。好，你拿去跑拍卖市场，或者你拿去跑那个盘山，或者是韩国，你绝对不可能会有这个价钱。所以你要有那样子的一个营收的情况，唯一的一个方法大概就是做直销。好，我们讲的比较实际一点。那直销是一个好的方法，是它是双面刃。双面刃是什么意思？弄得好的时候，你的效果非常的好，可是弄不好，被割到自己。哎，啊，你招呼企业、招行靠，你可能是单面刃。你可能赚不了很多钱，可是你大概也会伤到自己。这句话怎么说？行靠呼企的东西，他找不到这个货品来源是什么？就吃的不好吃，反正跟谁买？谁种的不知道，所以你可以尝试跟他。你的产品销东西不好，人家也不知道是。可是直销绝对不一样，直销上面人家绝对找得到你的东西。所以，我们说有机栽培的东西是你不走直销，大概没有什么好出路。好，那如果你要走直销的话，你的选别跟分级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东西直接暴露在消费者的你接触的一个接触的范围之内。好，那。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刚刚讲的那个很多很多钱的例子，或者是像有的拍卖市场的东西，那看你这个产品，他知道是你的小代号是谁，生产者是谁，你的价钱就是比人家多10%，人家要用开箱来验货，就是现在用10%的钱下去要来跟你卖，为什么？他相信你。所以，台湾产品或者是农业绝对不会是一个信仰的事情，就是看你怎么去做，而是怎样子建立消费者对你的信心。靠的就是，其实靠的就是这个。因为里面生产的东西不可能100%都很好，那我绝对做不到。可是也不会100%都很好。所以你怎样子让你这个田里面生产不是100%的东西，良好的产品，交到消费者的手里面的时候是100%的。好，所以这个东西靠的就是。当地引用的这些产品，文旦柚产品的空市场还不够，还没有满。可是你要当水果这类的文旦柚的市场，对不起，应该是满。对，他如果回溯回来，水果你要精品，如果还当精品，那还是的结果。不要，就是你要当精品来卖的这个市场是还不够，还有很多空间去让你去做销售，那个不是多。不是说已经饱和了，啊，你要当成水果来卖的这个市场基本上是饱和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你的从产品出来，你要栽培技术要做处理好，你的东西够那个水果，那，啊，另外就采购处理立场来讲，你的分级包装要做得好，你才可以用礼品的东西下去卖，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种东西是一回事，卖东西又是另外一回事。两个事情是不能混为一谈，而且不应该混为一谈，这绝对是两件事情。所以是这样子。那只是就财务助理的立场来看，准备分歧的重要性，我觉得不是在讲说啊分歧度啊，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在于这个东西，建立你的商品信誉。好，那这个东西消费者对你的东西有信心了之后，哎，急得久了，你的口袋里面就有自己的销售口袋，你根本就不用担心。那你知道为什么一年可以300万的营收？怎么来？就是这样来的啊，营销、客户的信任，就是这样。那怎样去走营销，怎样去跟客户的信任？就财务立场、财务处理的这个立场来看，对不对？分析就是这样。不好意思，这家伙是打电话，不晓得。因为我们最近在今天在改一个工，不晓得是不是。好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从实际点，我就是跟大家讲啊，分歧点标准在哪里，这边有什么意思，也是在这个地方。好，花莲比较有名的像是红红果，那么红红果一样啊，就是你控制得很好，那消费者的反应也很好，久了之后很顺啊，对啊，那。这是另外一个文旦，就是有的人其实过得好，即便是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卖的价钱也是一样的，也是做得到，也是做不到，啊，那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下去。但是你看他自己那个人现在在做文旦，这没关系，拿这块钱没关系。他当初是用你刚才当做一个改良辅导的资产，跟肥料调和的资产，你刚刚是单跟你讲的。那另外就是在你的时间点拿下去，那当做是一个顺便改良辅导，顺便提供肥料。那这样子处理下来，大家又觉得你这样错，那他就把他的幼乳就把它叫你当混蛋。但那个好，这个好久，10年前，他那时候一箱只是卖到800到1000，现在也有啊。啊，后来那个的田被他老爸卖掉了，所以他没有种红蛋，所以没有查。现在还在讲这个，即便是在我们这边，大家还是可以看这个市场的，看他怎么去做。那当然，你有那样子的品质，就证明你能卖那样的价钱。所以你还是要用台湾自己的方式去让你
卖很久，因为文旦是当礼品啦。既然他是当礼品的话，就其他的医生都跟着龙哥就来了。文旦是跟着龙哥就来了，所以中秋节之后送的礼盒，人家不会拿来送文旦，他可能会用其他的橘子啊，或者甜柿啊，或者其他的水果产品，好，或者是里面就放有机品。那也不错，那个很吸引人啊。没有，因为我是这样讲的，文旦这个产业比较特别。它是依着中秋节来跑，所以中秋节之前的礼盒叫做中单。可是你过了中秋，小众的市场有可能还会继续回来跟你买牡丹，可是大众的那个市场的话，那就其实没有，他可能会转到其他的水果种类去，他不会再用牡丹，因为它是礼盒嘛，礼盒要在中秋节之前，牡丹的价值才会有，那过了就没有价值。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好，继续好，不好意思。我想分析包跟水源的重点是在这里。田里面的样，田里面生产的东西不可能百分之百。那怎样子让你的东西交到消费者的手里面的时候是百分之百的？那有人做过消费者的一个调查，很好的。举个例子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一箱水果，假设里面有十颗好了，这十颗水果里面九颗都非常的好吃，只有一颗普通。好，普通好吃哦，还不算是不难吃哦，还算是普通中上这样的程度。吃完之后。大部分的人对这一箱水果的印象是什么？大致上，对，普通的那一颗而已。其他的九颗很好吃的水果，可能没什么印象。可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能会在于普通没那么好吃的那一颗。啊，这是有点像是人本性哦。谁对我好，不小心就忘记了；谁对我不好，我可能会记很久哈。哦，消费者的特性是如此，所以。所以这个几个标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尽量排除这样的。你不要想说，小心，过一下就没事，可能不见得。这个就是经验，就是你花的力气跟精神的表现。港务啊，港务啊，啊，就是港务。啊，你一开始你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有这样的。可能要每个人都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去累积这样的知识跟经验，可是如果你花的力气够，这个时间是可以缩短，你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达到这样的意义，这个都是可以，有的东西还是一定要透过累积啦，但可能累积的时间的长短，可是你花时间，跟你花力气花时间，这个时间可以缩短的话，那当然就可以早点到超短路程。买了够开一条，早一点能够达到那边破百这样子一个境界，这样子可能大家就觉得比较好。好，那是在采购处理这样子一个分级跟包装的立场来看这些事情，其实重点就是在于，有机栽培你大概不走直销没什么好方法，你要走直销的话，你的采购选别跟分级就一定要做得很好。不然的话，人家可能吃了两次，就跟那个玉里的李班长讲，卖饼干，懂这个意思吗？你卖的价钱蛮高的啦，吃了叉叉叉的，怎么这么难吃？叉叉叉是卖到八到十，他就讲，都没有够两卖饼干，给你老婆老婆红的，一直是这样子。那这句话反过来看，就是人家很重视他的人际。所以他的营收很不错，在全台，即便是红红火来讲，即便是站在全台湾立场看一样，他也是还在某种程度的一个市场，他也是一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说把地主跟业主做不到，我想没有这样的事情，看你要不要做。好，那包装也一样，多少磅的保证纸可以承受，可以产生多少的负荷力？可以承受多少的重量？我想那个不是那么重要。那就大家实际上来讲，
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要注意的是，就是提供消费者能够找到你的一个各式各样的工具。那其实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夜市？应该有，台湾很多人去吃过夜市。那我们吃去夜市，常常都会觉得很好奇，哎，这家店里面就是蛮差，吃起来就是差差差的，为什么呢？我想去逛花莲市，所以看到我产生这样子的怀疑。花莲人从来没去排，为什么排的都？这是什么意思？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各式各样的口感都有。所以你的产品，你绝对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喜欢你的产品。可是你也不用太担心，不会有人喜欢你，不喜欢你，懂这意思吗？对，那你怎样子把那些喜欢你的东西的人把它留住？好，顾客转移。因为你可能100个人里面啊，你的东西风格比较独特，就是那么一个人喜欢，那也没关系啊，你把那一个人抓住就好啊。你把全台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在吃这些东西？这里面的1%你把它抓住，你能卖多少？对不对？好，所以怎样子让他知道你？只要让他知道你的产品在哪里，你的销包装袋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做到形象。另外就是更重要的，你的供货来源能够清楚的注在袋子上。哎，人家觉得这东西吃起来好像还不错，虽然可能把其他99个都觉得不太好吃，可是呢，就是那个人喜欢，那怎么样？哎，他喜欢再回来买，回头客。有机农产品的一个经营，回头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的经验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重掌握你的客户群的一个管道。他会回过头来再买，表示哎，他可能喜欢你的东西。那有一个人喜欢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好好的经营他，说不定他会扩散出去。啊，如果他又是公司大老板的话，那完蛋，那不是你就挖到金矿了吗？对不对？他要公司送礼啊，送 A 2000箱，做啊，很好啊。那当然你没有踩到那个金矿，那也没关系啊。他可能慢慢的成长出去。好，那其实这些回过头来就是什么？分级包装，还有分级那个分级跟全年分级还有一个包装。包装就是让你吃到你的东西的人要回头找你找得到，给他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这样子的，那、啊、当然各式各样的管道都有，比如说透过网络的一个行销，或者是那个各式各样的展品的机展售的一个机会，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应该也都很熟吧。那其他一些比较特殊的哦，比如说涂蜡啊、脱色等等。那涂蜡的话，就是在水果的表面在用在水果比较多哦，其他的所有产品其实没有。那涂蜡就是在水果的外面再包覆一层，薄蜡的一个材质，那减少登山作用的进行，那减少呼吸作用，那减少避免就是入侵。好，那有机大概通常不是通常不能有，那脱色，那主要是针对在那个田柿子，不是田柿，好，田柿它自己在树上它自己就脱色，没有问题。那如果是传统的那种柿子的话，水皮啊，好、哦、要经过泡石灰水这一种的话，那就是怎样子让不能吃的石灰水变那个柿子变成可以吃的柿子，那就一样就是其实也是透过乙烯啊，泡石灰水让它产生乙烯，借由那个乙烯把不可溶的单宁变成可溶的单宁，所以本来不能吃，吃的会拉肚子，现在吃下去就不会拉肚子，好、哦，那就很好吃，好、哦，那就是脱色。用在一些像四周式啊、明星式之类的柿子上面在使用。那催熟跟预算也是一样。那催熟的话，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A 像香蕉这类的东西的快速催熟的话，那预算就是让你的伤口能够早点保护好。比如说洋葱，最有名的例子是洋葱。有没有屏东来？我以前住屏东，现在住花莲。目前来过这阵子哦，屏东九江风岛。他们采番茄啊，但不是采番茄，采洋葱。采完之后，洋葱会在田里面吹风、烤风，哦，烤了没？再给它收起来。为什么？因为洋葱是一层一层的嘛。那个采下来的时候，它有一个伤口，
因为洋葱不可能用手采，那时候机械采。采完之后，那伤口可能都还蛮明显，它就是给它吹风，让那个伤口收缩干燥，形成保护，去保护那个伤口。那因为那个地方湿度低，风又很大，所以他们就吹那个风，吹不是九江风，那是洛山风。九江风是新竹苗栗新竹那一带。那所以这个做过程，利用高那个低湿的环境，让那个伤口干燥，那所以达到保护伤口的目的，就叫做滤杀。那马铃薯在国外的话，是利用高温高湿，让它伤口遇伤组织能够早点形成，这个也叫做滤杀。一个是高温低湿，一个是高温高湿，依照多种类对象会有不同的方法。那接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其实这是一个图哦，你在花莲这边是蛮好玩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这当初是在做一个长春的一个实验，我们在玉里，玉里那边买了一批材料，然后那个时候是八月多的时候，那还算蛮热，八九月的时候，买了一批金针鲜，然后找了一台海棠车，那我们事先有先去做调查，那大概。什么时候要开始要往北送，要出货？我们在出货的前一个时间点，把产品送过去。然后我们在产品里面包装箱里面放一个温度记录器，然后那个温度记录器会记录那个箱子里面的温度。把它丢到冷藏车里面，然后看着它送到台北，那我们就跟着到台北去。第二天到台北之后，把 sample 拿回来，结果发现你是用冷藏车送，没有错。冷藏车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可是回来之后 data logger 一看，好像不尽然如此。不是在冷藏车里面，虽然说冷藏车温度是5度没有错，可是那个是外面的温度，你包装箱里面的温度还是一样。对，过了24小时之后，你的温度还是维持在15度的范围之内。外面的冷空气渗不进来，或者是渗进来的速度很慢。对，那那个就是，而且那个是放在最上面哦，那如果下面怎么办？好，所以冷藏库的一个基本观念，并不是说让你的东西丢进去，热的东西丢进去变冷，那是不对的。就采用立场的采用处理的立场来看，冷藏库的目的是在于说，你把冷的或凉的东西丢进去，冷藏库是让你维持冷度，而不是让你用来移除热度。好，我们一般的印象里面啊。丢进去，这个东西丢进去，那其实就材料处理的立场来看，那是不对的。好，所以刚刚讲的预冷没有错。你以前有上过课是吗？我以前做过高会。啊，今天你来讲课啊？我啊，很期待。那师傅今天要红会，你来讲课。这边的温度对不对？会上升，它里面会继续发热分解。里面会放热没有错，吸热，可是那个热的温度其实通常不会到。如果你在密闭的环境没有控温的情况之下，那个热会累积，会造成伤害。如果你的控温环境处理的不好，比如说你是放到冷藏库里面的中心最里面的地方的时候，那个热散不掉。你在外面第一层最外面那一层，那个热散不掉，外面也有冷空气把你的热给带走。可是最里面那个嘞，如果你又叠的堆得很大的一堆的话。你没有通四四张的通风管道，中间那个就可能坏掉了。应该是讲灭菌的处理的话，灭菌的处理。如果因为你要长时间保存的话，本身的感染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如果你是惯性栽培，你就是要套一些杀菌剂，那个是合法使用的，好像杜绝这类的合法使用的杀菌剂之后，等它沥干才能够进到冷库里面长时间保存。所以它第一个没有灭菌，对，在里面温度又这么高。灭菌影响我觉得会比较大。因为就算是在五度 C 的环境之下，霉菌应该是不会长，两个礼拜之后霉菌就长不了。对，我有碰过那个，我们做实验碰过用到2度霉菌一样长，还长得很高兴。
前面不会，可是两个礼拜之后，三十天之后、十五天之后就开始。所以花生鲜豆的话，要放冷藏，适度的工作，它也是会。对。不过低温的环境之下，它通常相对湿度会降低。所以那个时候，里面的湿度的控制，因为你们包出来，所以那个湿度是在里面在。不过那个重点应该是在，因为你说它里面的湿度高，那温度对它会造成影响，湿度高它就长不均，古生物的污染就变得很坏。编织袋，你要考虑你的干妈是不是脱水？对啊，脱水啊，因为你是外面是低温啊，低温相对湿度就会比较低，水分就抽不出来，所以你要包住这袋保持水温。可是包住这袋营造一个很好的霉菌感染的环境，对，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前处理。那有机的东西通常不建议长时间储存。添加的。可以储存很久。啊？我有朋友他种，他没有认证，然后种那个有机蔬菜，然后送别人，一般惯性冰的，还可以冰很久。这是另外一个想法跟说法，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有机栽培的东西一定就会放的比较久，或者是有机栽培的东西一定就比较好吃。我们有去做过调查哦，发现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我真的是买惯习的跟有机的农产品，同一间买同一类的产品拿来比，好拿来储存，发现差异。那好不好吃的话，那就我觉得不好吃的机会啊，会比较高。真的，那那是因为可能生产者自己对有机栽培的技术还不是那么好。那如果你掌握得好的话，有机的绝对会应该会比惯性还要好吃，因为你的肥料的调控的均衡度会更好，然后你的产品的一个生育情况会更好。好，那不过有点离题了，我们刚刚讲的是绿的，就是从这个东西你看得出来，冷藏库的目的是在让你维持冷度，而不是让你移除冷度。好，那你要怎样去确定你的产品进到冷藏库里面之前，它是凉的或者它是冷的？靠的就是预的，预的就是说，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把温度降下来。短时间之内这两个目的，一个是短时间之内，按照正常的讲法，大概是在四个小时之内，或者是两个小时之内，能够把温度降到4分之3以下。变凉或者是变冷之后，你才能进入仓库。你不能把田里面拿下来热热的东西丢到仓库里面，这样只会出事情，而且就选材料处理来讲，这是不对的。那当然，如果居家的话，你不要把菜买回来就丢冰箱了，因为不要再搞这一套，你会被老婆骂哦。那这个绿冷的话，就是迅速的把田里面的热量移走，这个绿冷。那有各式各样的绿冷的方法。哎。因为我过去果菜市场，啊，看人家进口的花椰菜。哎，对对对对，冰块。它也用带冰。对对对对对。啊，但是长期运输它不会冻伤的。他不放冰块，反而不好吃。西罗果菜市场开的，美国来的花椰菜来的时候打开的那个视频，他说他这个就是他现场开，他说这个在上一个动作是在美国做的封箱，然后说这个中间没有任何动作，他们就是这样子。它那个袋子本身能够耐得住冰块的重量以及水，因为冰块会变成水，水会把那个进软化你的那个塑料袋，那能软化你的纸箱，那个纸箱承受不了这样子的重量。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东西，作物产品可以受得了。甜玉米或者是花椰菜，它不这么做会不好吃，可是如果你是花卉。二十几亩的小孩跳到北极海里面去玩的很高兴。对呀。我们这边生产的会有这种冰块的现象。因为它作物品种不一样，美国的花椰菜品种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它的生产的环境也不一样。对。那个其实跟品种跟你的生产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是自己要去适应。我们这里不见得同适用于美国的标准。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好，那。
那绿的的话，有一种最笨的方法，把它丢到冷藏库里面，慢慢慢慢的，其实那不是一个好的方法。那可是一般在实际运作上，可能大部分的人必须受限于环境跟资产，他不得不采用这样子的方法，这也是很常碰到的问题。所以这样的方法也是可以用的，不是不行，不是说啊，就绝对不能用，绝对不能用这样的事情，那不对的。在用的时候，你不得不使用它的话，你要注意一些事情。第一个，产品的堆叠，你不要一下子堆一堆，你应该把它分几个小堆。那最好的话，你可以用那个塑胶篮拉开，一层一层的叠起，因为那个塑胶篮之间彼此有空隙，或有空气流动的管道。室内育冷的方式不是说完全不行，可是重点是要你要维持冷空气的流通，冷空气的流通才能够让你把产品。如果你的冷空气流通不好，对不起，这个方法是造成更大的污染和伤害。那没什么，没有好处。那一样，比较用更激烈的方法，让强迫冷空气去做流通，就是压差异的。啊，这一间的话，可能我据我所知上千万，所以小龙，如果我口袋里面有上千万，我大概去做别的事情。没有，如果我今天我是大公司的老板，我会去。在台湾呢，基于那个紫观那边蔬菜的大的资产区啊，他们很需要这样子的东西。对，那当然农会有补一些钱。这一间是在冷藏库里面哦，这不是房子哦，是在冷藏库里面。那就是强迫把冷空气送到你的包装箱里面，然后维持这样的产品流通的快速增加。盖内部的作用是在这样，但这个是这一个白色的是一个纸箱子，那纸箱子上面有洞，那这个白布这个黑色的布的下面是一个抽风机，那个抽风机会把空气抽到那个墙壁里面，这一整间都是冷藏库，这里面的温度都是可能是5度或10度，那这里下面的抽风机会把空气往墙壁里面送。那你是不是发现这个箱子中间这个通道里面就没有空气了？对，旁边的空气就会强迫被透过这个箱子进到这里面被抽走，所以它就进到箱子里面了。所以它强制风冷，强迫你的空气进来。哎，对，进到这里。这个箱子就是说，假设你没有盖这个黑布的话，它直接从上面就进来了。对对对，所以你要盖这个黑布隔绝它。对。这一排跟这一排就是纸箱，中间是一个走道，然后把它盖住，走道的下面的尽头就是一个抽风机。那这一整间就是在冷藏库里头，哦，这个是压差异的。那小龙的话，对不起，应该是不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个需要大规模的成本。这个要做花卉或者是外销的水果就一定用得到。那我们台湾销日本的野生菜，他们要求这样子的一个规格。那冰水浴冷的话，不是所有的菜都可以冰。好，所以像台湾西北的那个，差不多，新北市的绿竹笋销日本，他们就是一定要做。日本的合约上面就载明了，你要做冰水浴冷。然后你不做冰水浴冷，他要把你退货。那个条约上面都写得很清楚。那有人问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做冰水浴冷？日本说你吃就知道。好了，讲不了，采下来之后直接泡冷水。最简单、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就是水的浇灌，可是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泡在水里，所以可以泡的就去泡，不能泡的再想别的方法。好，那我建议是直接丢，对。还有泡多少时间？它是泡到他们有详细的细部资料，我没有。那个像桃园区中卫改良场，他们做了很久，从张三五20年前就开始做。他们这边的研究就非常的透彻，泡多久它可以把温度计刺到产品的中心，测里面中心温度点。好，这个当中都有做过，这个资料都有。那另外一个是包冰块，就是我们刚刚讲花椰菜的一个东西。那比较另外一个快的方法叫做真空预冷，就是抽真空把产品表面的水分带走，那水分蒸散的过程当中就会吸走了。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更高深的技术，在台湾现在也有好几台在用。这一台的话，造价对不起，好像据说是上亿。
你想要看出真空啊？那你看那个钢板要多厚？全整件都是真空。对对，这一整间，啊，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个，它这是这个，那是一个大的那个钢厂，因为钢管，然后产品送到里面，然后这整个门关起来之后，整间抽真空，那个速度非常的快，效果非常的好，那适合大量的再去做预热。短时间速度大量的运用，而且它没有水的问题啊，它没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水的问题。好，那压差预冷也是速度比较慢，压差预冷的时间可能还维持到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才会比较有效。那真空预冷不用，30分钟就搞定。好，所以整个在预冷的过程里面，最基本的做法大概就是水的预冷，好，冰水预冷，那会进步到压差预冷，然后再进步到真空预冷，是这样。啊，抽真空把空气抽走，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包茶叶啊，封完之后你拿起来那个茶叶不是有点硬硬的，哎、欸，是那个意思，哎、欸，水分被抽走之后带走了真空的。那运输哈，运输空运跟海运这是条件，因为时间不多，就不用太多。那运输的时候，那就是比较普通，高温跟低温的。有乙烯跟帕乙烯的，那有阳光大部分都会到的，但是温度的变化也比较大。那储藏的话，真空储的空气储存那是特定的条件，像台湾西北的这种丘陵地带才有的做，那它一般来讲都是用这种机械式的冷藏。那这个要注意的就是说，你机器的保养可能有误。我有看过那个。一台冷藏库，它上面的 sensor 温度控制面板上面控制是7度，结果一打开里面水是结冰。对啊，机器没有保养。对。那我们刚刚讲到一些比较更进一步的做法，比如说我们刚提到借由呼吸作用的降温度降低，把呼吸作用延长、增强它的寿命。那在这样子的基础上，还没办法再更进一步。就是刚才讲的吸烟储藏跟那边储藏。那美国人的水苹果，一开始的时候，在1960年代以前，那个大概就只能保存个半年而已。那个时候的苹果大概就每周卖一卖就差不多了，他没办法卖到全世界。那因为这个技术的突破，美国的苹果从此跟着三年一样把卖到全世界去。那就是靠的就是吸烟，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呼吸作用，我们一开始是借由温度的方式降温。把呼吸作用压下来，然后你的产品除掉之后就增加。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在更进一步，因为呼吸作用是吸氧放二氧化碳。那依照反应回馈原理的原理，我如果在一个低氧的环境，或者是高二氧化碳的环境的话，你的呼吸作用会在更进一步的原理之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改变的就是吸烟储藏，像奇异果。它那个储存环境里面，在一间冷藏库里头，它的温度、氧气控制在3%。好，一般正常的环境下21%的氧气，还要压低到3%。二氧化碳正常是0.03%，还要提高到3%的二氧化碳。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这样子的苹果或者是这样子的奇异果，可以在放的时间延长到半年到1年。那从此这些东西就可以卖到全世界去。所以大家吃到的奇异果，不要以为那是上个月才。半年到一年以前才的奇异果。那为什么半年到一年以前才的奇异果可以漂洋过海到这边来卖给你，他还有赚钱的机会？然后你吃的也很高兴，为什么？才能做这个做事是超出你的这个事情。好，那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要有这个这一间冷藏库里面，我要有那样子的仪器设备去感应现在的氧气、二氧化碳、乙烯。然后我还要有释放氧气、二氧化碳、乙烯的装备，还有移除氧气、二氧化碳跟乙烯的装备，那就会知道说这要花多少钱。好，成本，小农是大概也不要去想这件事情，这是洲际之间的运输在用的事情。大公司哈，美洲、亚洲、欧洲的洲际之间的国际贸易才有可能管道这样的动作。那现在在用的食物上面，大概也是奇异果跟苹果。减压储藏就是把温度移走它，那采药处理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有做没有做其实差很多。那简单就食物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各式各样的作物种类对象都有非常的不同的面貌跟本性，所以建议大家，假设你要做这一部分的事情的话，第一件事情找台湾自己的资料。台湾自己的资料在哪里？有个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它有针对台湾的各式各样特殊的台湾的农产品、原产品，做过一连串广泛的调查，适当的储存温度跟适当的储存的湿度，这些条件上这个资料库就可以找得到，就可以找得到。那如果一些比较新的品种的话，你可以到那个品种的研发单位去跟他问，这样是另外一个比较快的方法。从这个地方下去找是第一步，然后依照他建议的温度跟湿度的条件，你再去做一个基础，然后下去做试作，看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根据你的问题再做适当的调整，这样子来做材料处理是一个比较稳健跟适当可行的一个方法，是这样。那当然，有机既然是有机，还有一些生产的规范，比如说你不能用一些化学环境的一些环境物质哈，就是比如说环境污染它。环境清洁，它会用一些环境清洁用药，那其实它就是农药的一种，它只是改个名字而已，其实就是农药。那人造物的清洁就不能用农药，因为你做有机。那另外就是产下来的农产品之类的，你也不能做有机的一个类别，除了不能用一些跟有机的、非有机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我想这个应该大家知道，有假设你有两块田，一块做有机，一块做惯性的话。你要两台搬运车，一台是有机的，一台是惯性的哈。你的锄头要两把，不能混在一起，要两个。规定是这样。仓库也是。对。那不管就是说，我这一批现在冰，不晓得变成公司，我还没有时间管理，就是时间差的。可是你可能东西会流转下来，流水下来。是我。对啊，我学等一年当兵进去了，后要去提拔。嗯。那蛮情况这样，又变成了这个。还有就是来给你换换一个单位啊，换一个公司。这个就是现在公司同意不同意啊？哦。哦，所以这种东西，因为标章，有机栽培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标章啊。那标章不是改良厂给你，是变成公司给你的。哦，所以你刚刚讲改良厂这样子说，对不起，没有。变成公司说的比较有效，因为你的标章是从他那里拿，从他那边拿到。那在田间的食物经验，我看到的就是说，因为你不能使用一些环境用药，所以你一定要比较重视一些田间的污染。那个田间污染的移除，或者是说作物的生长的健康，啊，田间的清洁要做好。那自来水不要用地下水，不要用河水。那库体的清洁，你可以用自来水或者是用酒精这类的东西去灭菌。臭氧也是不错，如果你要测臭氧。